许不会再看见，离别是微黄色的天，有些人注定不会再见，那些曾青涩的脸。我拿起棕榈树的叶子，放在青涩的石板前，祭奠那些流逝的青春和曾懵懂的誓言。风在歌唱，唱他曾去过的地方，在黑暗中有朵花为你开放，当你转过头的那一瞬，晚霞般美丽的笑脸。到底想带我去哪儿？意大利人民怎么会允许你这样胡来啊？意大利人民也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吧。微微，人的一生中会做出很多的选择，我从来不会为我做出的选择而后悔，可我确实为了有些选择而感到遗憾。过去的这五年，我一直在为离开你而感到遗憾。我希望你相信，这五年里我过得并不好，我很想你。哎，停车。你们俩太狠了，我整整追了你们10公里，饿死我了。Vuole che continuiamo? Ciao, Dossi.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们都已经结束了。其实那天我是想向你求婚的。我知道，既然
你已经笃定了要瞒着我和师姐的事情，就不会约在我生日当天约了我和师姐，让我知道这件事情。既然知道了，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？我还知道一个人爱不爱你，愿不愿意接受你，在于他是否愿意让你走进他的世界，去了解他的内心。可是林静，我不了解你，你从来没有让我走进过你的世界，我从来都不了解你。关于你的世界，相比我知道的，我不知道的反而更多。微微，其实现在很多事情我是想……不重要了。其实我们终于能和过去告别了，应该感到开心才对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们爱过，恨过，伤害过，也温暖过彼此。如果我把这些受到的伤害都加注到你身上的话，对谁都不公平。就当我想放弃以前的日子，就当我自私，想要重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吧。林静，我好不容易才挥别过去，挥别那些烦恼，开始一段开心的日子。如果你真的为了我好的话，不要再来打扰我了，可以吗？Scusa, fermati, grazie. 我们走吧。Non suonate. Non suonate più? 我告诉你，别拉了。Ma signore, avete già pagato. Dobbiamo finire la canzone.You have such a nice guy. You 都跟人家说什么了？我告诉他。你是从中国来的一位超级巨星，是来参加时装周的，他可能想认识你一下吧。那你呢？你是干嘛的？我是你的保镖加助理加经纪人。好吧，既然我们是来看时装周的，那本巨星就带你去看看秀，走吧。
正，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我想给你讲个故事。什么故事啊？五年之前在意大利，我和林静就已经认识了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？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巧合，我们想解释也解释不清。五年之前在意大利，我和林静不仅认识了，而且就住在这个城堡里。米兰的华人圈子本来就不大，我从来也没想过认识他。可老天爷好像就开了这么一个玩笑，我来这儿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林静。在我来意大利之前，我曾经想过在这儿的生活，可能会有不顺，也可能会有艰难。可每当我想起你，每当想起学成归国以后又能再见到你，我们有可能再重新在一起，你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。可偏偏老天爷就开了这么个玩笑，我见到林静的第一面，我看见她那双眼睛。哎，我就知道是她。你知道吗？林静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信，他那种自信是我陈孝正所不曾拥有的。如果我有他的自信的话，我会向全世界大声地宣布，你小飞龙是我的。住在这个城堡的时候，我也曾经想过远离他，可是他的一言一行，他说话的方式，他做事的态度，他的每一个小动作都和你实在太像了。只有他在身边，我的生活才是有生气的，就好像你在我身边一样。这是不是你听过最荒诞的故事？我从来也没想过会选择这种荒诞的方式继续爱你，可我知道林静是我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如果我失去她了，我就失去了这个世界上和你一切的联系，我就失去了这个世界。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我怕对他不公平。我要感谢林静，是他让我在最生不如死的时候活了下来。
不管你相信不相信，我还是要谢谢你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故事里面不止我们三个人。就算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情实感，但你能否定那个人的存在吗？你是想说曾玉吗？我们两个已经分手了，在我来米兰的第一天。不是说要去瑞士吗？知道你要来，所以不去了。哎，曾玉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我先说吧。我在意大利的课程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所以我打算回国。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吧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，陈校长？我很清楚，经过这么多年，我们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你我也已经不是上学时候了。我觉得是时候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简单一些。你确定你考虑清楚？我确定。校长，我还能相信你吗？文静，你记得那年在湖边，我们两个背靠背写在漂流瓶里的名字吗？那张纸条上我写的名字，就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人。
别偷看啊！这纸上都写了我们最爱人的名字。 你找我们来这儿干什么？妹妹，我想给你看这个，这玻璃瓶里有一个纸条，是一个人写着的最爱人的名字。你猜是谁写的？林静。 没想到你还会玩这招，瓶子里面明明是两张纸条，就一张纸条。我不知道你没有在说什么我听不懂的话，我也没兴趣知道。你不想看看吗？ 你写那张纸条给他看，因为我必须最终求人。
输了。伊蒂尔伦，如果我站在你的位置，我不会因为爱他而跟情敌整整待了三年。我敬佩你。其实没什么难过的，起码我们没有辜负当初说的话，对吧？恭喜，可以和一生中最爱的人在一起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哎，有回音哎，你听到没？喂，这是米兰最神秘的地方，把眼睛闭上。我愿意。是你的男朋友。男朋友你好，我是你的女朋友。也许不会再看见
离别是微黄色的天，有些人注定不会再见，那些曾青涩的脸，我拿去种梨树的叶子，放在青涩的石板前，祭奠那些流逝的青春和曾懵懂的誓言。风在歌唱，唱他曾去过的地方，在黑暗中有朵花为你开放。我是玉树临风，风流倜傥，英俊潇洒，才高八斗，貌似潘安，号称一朵梨花压海棠的绿面小飞龙。郑薇，郑薇你好，我是林静。取自《诗经》里的“一言饮酒，与子偕老”，琴瑟在御，貌不惊好。怎么样？睡了个好觉。你梦里一直在找一个人。我有个朋友不见了。晚上一起吃饭吧。吃饭就不用了，我晚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咱们要不然下一次再……下次你就别再拒绝我了。欧啦。美国职业男篮巨星洛杉矶湖人队的当家球星科比·布莱恩特昨天正式宣布，将在本赛季结束后退役。科比在退役声明当中说：“这个赛季我已倾尽所有，那么是你的话，是什么？”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。哎，我说好不算好，我说妙不算妙啊。2015最火的糖宝。哎美女，买个糖宝吧，是吧？25块。哎，25块啊，糖宝还会说话的，听听。娘亲，要什么妹妹？买一个吧。20块卖你，怎么样？哎，给你个会说话的，给你，杨七，快拿着。哎，谢了啊。哎，糖宝，糖宝，哎，糖宝，会说话的糖宝。新年快乐！哎，你说我站了一个晚上，卖了还不到50块钱。哎，娟儿，干脆我那糖宝就不卖了，回头送我那大侄子怎么样？啊？什么大侄子？这孩子我都没打算生。真的？说什么呢？真是。哎，啊，老张，你拿的什么抵伙食费呀？那个炒菜的人心眼比针鼻儿还小，我可是拿了一个包顶伙食费，拿什么顶啊？我跟他谁跟谁啊？真是，我们俩是经历过生死共患难的，是吧，亲爱的老弟？别贫了，赶紧吃吧。哎，哎，青春不朽，咱得喝点小酒吧？酒呢？
这不是前两年那两瓶吗？这酒啊，是沉的香。哎呀，有酒有肉了，好像还少点什么。饺子是吧？你看你，有，正烧着水呢，水开了我就去煮。我就说吧，你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。哼。哎，那个，驴骨吃了，过年了，快。来，老张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您说，这软软过年有饺子吃吗？软软有的是恩爱，自己管好你自己吧。你干嘛？孕妇不能喝酒。反正也留不住，我过两天就给他打了。呸！说什么大过节的，不能说点吉利的。你们吃吃，我下饺子去。哎，来，老张，你吃，多吃点啊。嗯，你看你，喂，老于，嗯，跟你商量点事儿呗。什么事儿？我想了一下，有件事情可以做，但是呢，我还得跟你一块儿做。如果这件事情做成了，那就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儿。你合不合伙？有想法吗？有。有客源吗？算有。有资金吗？没有。这最重要的没有，你跟我谈什么呢？把剩下盘子刷了。哎，刷了也白刷。李维权。跟我来！哎，你给我带我去哪儿啊？哎，你有病吧你！放手！你弄疼我了，你放手！你带我去哪儿？我数三声，你放不放开？一、二、三！你疯了你！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你不是要打掉这个孩子吗？我现在就带你打掉他。